所以新加坡的樟宜 Airport 是世界出名的。
啊，特别是他的 Jewelry 非常的出名。进入新加坡机场呢，就有第一个景点，就是 Jewelry 的星空花园。星空花园有一个超级大的雨漩涡，供给游客拍照打卡。三层高的雨漩涡瀑布雨林，好壮观。还有很大的大时代 Hawker Center， 有80多种食物供给游客享用。每一款食物呢，都是当地非常出名的食物，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哦。我们的午餐呢，就在这里享用。我们吃饱了后呢，我们就上去顶层星空花园拍照打卡了。走，带大家去看一看室内星空瀑布雨林。哇，雨漩涡有40米高，哇哦，非常的壮观。室内呢，还有2000棵树的瀑布雨林哦，哇，好美。星空花园呢，与艺术、自然完美交融在一起，好美，很舒服。这座眼拱形的建筑呢，是由多名世界闻名的建筑师联合结构设计的，难怪这么漂亮，还有这么的完美。星空花园呢，还有咖啡，让游客一边享用美食之余呢，还可以欣赏周边美丽的风景哦。原来星空花园呢，里面是有冷气的哦。大家看到一座一座的啊，就是冷气的出风口。当你步行经过，你会感觉凉凉的、爽爽的。还有漂亮的花设计的一些动物，大猩猩它说不看又不停啊，好玩。还有可爱的小鸟，让大家来去拍照打卡。哇，好茂盛粗大的植物，我呢忍不住来去摸一摸了。星空花园呢，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，真的太美了。花园是在顶层，因为室内有冷气，所以不会热，走起来呢也挺舒服的。有一些游玩的景点啊，是需要买票进场的。就进去了星空花园的透明玻璃桥走走。哇，走这一条又高又长的玻璃桥，眼睛望下去真的是有点怕怕哦。我们在新加坡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樟宜 Airport。 我们呢在新加坡有朋友啊，朋友呢他接待我们住在他的家，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没有住酒店了。
我们就能够来去体验新加坡人的生活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给我一个赞，最好呢就是 subscribe 我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上，你们会第一时间收到。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咯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